我想大家肯定也都关注到了，近来在外国的一些城市，确实有一些海外的华人华侨，还有留学生，走上街头，来表达他们支持祖国统一、要求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这种愿望和这种诉求。我想，第一，他们的 对妄图分裂国家、抹黑中国形象的言行表示愤慨和反对，这完全是理所应当，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。第二，我们希望海外的中国公民能够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，注意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。第三，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的中国公民要尊守当地的法律法规。 同时，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尊重和理解海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活动，保证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。另外，你说似乎这些活动是中国驻外机构组织的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当前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对香港局势最大的 诉求，就是要止乱治暴，恢复秩序。最大的期待，就是要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。这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的意志。你觉得14亿人的意志是可以组织和操控起来的吗？